昨天晚上，一向爱搞怪的吴克群通过微博晒出自己穿女装的照片，并调侃称今天忘了穿胸罩，胸口有点凉。晒出的照片中，吴克群模仿甄嬛娘娘穿上古装，双手捂着胸口，样子非常搞笑。有意思的是，吴克群竟然还带着偌大的一块手表笑翻网友，并且还自称是吴小主。此搞笑照片一曝光，网友纷纷转发并留言，其中有网友留言恶搞称重口味，其实想看你穿肚兜。更有网友称，可以再没节操点吗？老大，你再过2月就34了耶，敢成熟点吗？还有，你的手表出卖了你。据报道，一向搞怪的吴克群在去年举办的真心话大冒险音乐会上，斗牛输给金欧女中篮球队，承诺会穿上女生制服演唱的他，被问到是否会实现诺言，他则表示当然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好友温岚更送上护裆，让歌迷曾一度兴奋到嗨。